请教刘医师，常听到花蜂疗的过程中，癌症病友很容易发生口腔溃疡的情形。听说口含冰块可以减少其严重程度，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的确，我们在做化疗、放疗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口腔是很容易产生破掉的哈。那么破掉之后呢，小的破这个溃疡哈，他可能会觉得疼痛，但是很大范围的溃疡哈，它会造成非常的这个严重的吞咽困难。但临床上我们会给患者呢建议说，用一些止痛药，或者是用一些所谓的营养补充品，像是脯氨酸。但是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如果破到这个口腔黏膜破损严重的时候呢，含一些冰块对这个口腔控制溃疡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含了冰块之后呢，我们口腔里边的血管它会容易怎么样，收缩，收缩之后我们释放出来的发炎物质反而会下降，这时候可以降低所谓口腔溃疡的严重程度。因此在做化放疗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严重的口腔溃疡，含点这个冰块是 OK 的，但是建议这个我们读者呢可以再补充一些类似像脯氨酸这类的营养补充品，这样可以加速我们口腔溃疡的愈合。